老三。哎、欸，对他写对了，他答对了，你那样尴尬会破皮耶。真的，我觉得，可是我觉得写字比较有温度。我20岁，21。你20岁？你会操劳？我21。18。嗯，不是情侣，那是什么关系？同学。同学。教育大学。学生，你是老师？以后可以当老师。你记得你上一次写卡片是什么时候？交换礼物的时候。好久了。不记得。高中吧。两个礼拜前吧。写给谁？写给朋友，因为他。去年我朋友生日吧，你没有在写字，因为我是资工系的，都用电脑。成语有啊。那我现在要你帮我讲三个成语。三个成语。被狗叼。是吗？你不是吧？狗不如啊。你这样乱讲话，你要讲一下形容什么东西嘛？形容我好了。甜美可爱，气质可人，然后还有什么？平衡双。应该，好，这个，及时救回来，好 ，OK， 都答对，还好还好。好，第二题，苍蝇，学生应该看我的，不要看我的，一二三，我真的我不是好会记，哦，好像都对，答对了，两边都答对了，苍蝇好，苍蝇，它是什么呢？你再改一下，是什么东西？乌龟有用吗？对吗？那你们知道龟裂的龟怎么写？龟裂的龟，要想一下，就是乌龟的龟吗？哈哈哈哈哈！啊，这边为什么会连起来？这笔是你加的、欸，我刚好看乌龟。好了，这远看应该是蛮像的啦。三。哎、欸，你的那个框框里面是什么东西？对，一横。好，那他答对，因为里面是一个叉叉。三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你的好像怪怪的，你的好像怪怪的。怪怪的，怪怪的，怪怪的，怪怪的。它是那个连，不是吗？有那边要画下去，把那个叉叉勾起来。哦，老师哦。我来了，对，要答。你的怪很复杂，里面有一些奇怪的点点。答对了，答对了，是叉叉，两个国小生程度。你说是国小生程度？尴尬，我忘记了。简介啊，傻傻的。哎、欸，对他写对了，他答对了，你那样尴尬会破皮耶。场面会容易干，然后会很干的，场面干掉，尬起来。对，一二三。哇，我写错了。你是等一下，你是他尴尬都想走了。国小生程度。忧郁，三。你的忧也很偷懒哎。你的心在哪里？没心。跟你的那个感觉蛮接近。有这个吗？忧健，他对了，他全部写对。否极泰来。啊？没有听过哎，否极泰来哦。哎。哎，你这两个字。对啊。这个速度。这个手速，好东西他答对了，两个都答对了，加一分。囫囵吞枣，你没有听过？没有。你有听过吗？有啊，就是一个人叫囫囵，然后他吞了枣子。囫囵吞球。我会。你又怎么写的？上来。哦，就是这样子啊，对啊，这没什么啦。对，好，你直接屌你两分。囫囵吞枣。啊？囫囵吞枣。囫。好，都答错了。哎、欸，你好棒哦！像我国语程度太烂了，怎么办？国小生程度。对啊，我记得是勾勾啊。勾勾吞枣，爱屋及乌。哦。确定吗？因为我就是这样的人啊。哎、欸，答案一样哎，两位。好，一二三。哎、欸，你好厉害！女生答对了。好简单，就这样吧。哎、欸，有分数之差哦。恭喜你答对了。哦。两个人答案一样，都答错。恭喜你们答对了。
来，恭喜猪答对了。为什么？哎，为什么？怎么办？你是觉得你们错了？没有错，对。他这个字很怪。这题平手，最后一个字都错了。你们的屏下面再加一个"杯"字杯的"杯"。